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彩色嘅辦法。我希望咧喺個疫情階段裏邊，大家內心喺個抑壓情況之下，俾啲色彩大家，令到大家咧可以願意咧去將心裏邊嘅激情爆發出嚟。今次嘅遊戲你勁啦，因為咧係好多好多嘅顏色咧都會喺裏邊出現到。除咗大家估唔到，我哋常用嘅係彩色，但係今次我哋會用啲黑色嚟做一啲煙霧，同埋咧今次好得意嘅就係個台嘅背景嘅 digital 咧。如果 model 行過嘅時候，後面嘅噴霧咧係煙花，後面嘅煙霧咧係會爆開，咁所以係可以密切期待。我們現在走的是三大元素，我們是 create 一個新 industry， 因為新常態上面大家 redefine 了生活，那到底什麼緊要呢？第一，我們不知道有什麼 virus 或者感冒都好，第一要最高的防病毒的科技，所以 best hygiene， 第二就必須要可重用 sustainability， 第三一定要fashionable 和 lifestyle， 大家才會不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負面的東西，反而其實咦人多搭點我都保護自己了，這件事就不要理其實是不是 COVID 或者第幾多波或者 full season， 我們都不想吃 antibiotic， 我們覺得這種的理念呢是真的為地球為自己好。